哎，对，那接下来那也欢迎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音乐人，泰鲁歌组未来的音乐希望，谢浩辰，掌声欢迎他来，哇！起来一下，谢浩辰，耶！啊，我看他的表演演出有那个七彩光晕，我不行了，我都没有办法协调。谢谢大家的话，感谢，签你一次，对，我到底签多少人呢、啊？对，好了，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成立乐团在河边老祖做的曲，然后我做的词，随随便便做出来的一首歌，叫《月亮的如晕》，对，大家听听看哦。也没有那么随便，是吗？我们还有考究。哇塞！说刚好在这个鼓楼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那个吗？考古一下这个。这个歌越讲越深，好好，就这样就行。带来这首《月亮的如晕》哦。就让它降下去。突然发现今天的月亮特别亮。
干嘛啦你？我有看到好几个观众一直这样。这个乐团机关要不让台里出台。好，带来这首歌叫《娃娃》。